这有可能是百里守约这个赛季最强的出装。你看攻速加成有187，很快是吧？但我一个二技能的伤害还能秒了元根，伤害这么离谱的出装竟然攻速还这么快，这套出装则是真正的做到了一秒三枪，枪枪爆头，杀个人头只需两三个普通攻击，一秒多钟完成。像这么离谱的出装我能不教吗？兄弟们，攻速邪气少，末世加上第一重30%的攻速，无尽拉高攻击力，破晓增加攻击速度和物理穿透，坦克来了不用怕，再来个破军秒杀小脆皮，最后碎星锤登场，让他的物理防御成为负数。最后是不是感觉没有吸血装备续航不够了呢？不用怕，明文我们就带这套，枪枪回血200多，基本上团战续航我们都满足了，全局根本就不用回家。这么离谱的出装，你们还等什么呢？